有啦，很多啊，我刚刚过来都有看到啊。哦，金的，对了，对了，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买的那个还算不错的。对啊，它有三叠。嗯，对。它然后你刚刚你不是在那边跟我讲吗？他们那边金字塔就是一次要买三个，这样懂吗？哦，一定要买三。哦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他当然他是要。对啊，所以说我们买的那个还算还不错啊，啊，还好。还好刚刚在那边有赶快跟他说要买。这是这样的对啦，是比较少的。这一间人员哦，他这边的金字塔就很大，有了，那三个就是了，有没有？那三个就是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还多一层，多一层，是吗？是吗？多一层啊、哦？你是说，应该都是三层吧？来这边看一下。那个是人家的那个神，没有关系啊。走偏了。该什么多少？问你这大门。
刚刚那个可能是他们当地拜的神。便宜。我带你到咖啡厅，一样这里。你看，到这边就没有卖什么甘草店啊、哦，先走过去，然后再走过来。真的是在都到处点头了，现在老灰要马搞点头了，对啊。你站在那个地方吗？人家，你看人家要自己逛也没怎样，他就是这一条、这两条大马路而已啦。好，这边再拍一下就回去了。哎，这栋还蛮好看的。